这人在讲着西班牙语啊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呱啦叽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这个小娃娃在弄水啊。现在这阵儿气温降了，有点凉爽了啊。这是阿富汗的小娃娃，阿富汗的人，阿富汗属于中东吧，就是长眼毛大眼睛啊，高鼻梁，但那些人长得还行啊，就是那种比较秀气啊，棱角比较分明，还是黑眼睛黑眼毛比较符合咱们东亚人的审美啊，有点像新疆人啊。而且他们着装比较保守，女性着装的时候所有的部位都盖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可以免去不少麻烦事儿，既可以避免皮肤划伤，还可以避免骚扰，对吧？省得有的女人穿的各种春光乍泄，又说、啊、这个骚扰我，那个偷窥我的，整得好麻烦啊。所以我觉得像伊朗、伊拉克那边女性全蒙上，露俩眼睛或者露个脸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而且生活方式的简单干净，也能免除好多传染病啊，要不然整得很乱，这个病那个病的啊，就没意思。就像我看着国内有照片说婚礼，没等新娘子满酒呢，大家有的都撤了。我就想，其实也很正常，现在结婚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，过去什么洞房花烛夜啊，就是很实质性的一步，只有到了结婚之后才会发生，对吧？就是对这个比较看重，但是现在早就该发生的早就发生了，大家没有什么悬念了，对吧？也不像过去似的什么揭盖头，完全没有那茬了，没有那个茬了。这个新娘是不是亲，新郎是不是亲，无从而知啊，反而可能大概率已经是老油条老江湖了，所以大家都觉得索然无味啊。包括现在的离婚率，就像以前我看着别人结婚的时候照那个婚纱照，动辄照的特别大幅那种的，我就莫名的觉得一种，哎呀，这个香哇、哦，这么大一坛香，新鲜的香 ，fresh 香，我就莫名的觉得心里一阵伤感啊！我觉得，哎呀，这离婚之后，这个婚纱照可咋整啊？哎，拿剪子剪开也行啊。所以说还是准备把剪子，离婚的时候两个人中间咔咔咔一剪啊，但是有的把婚纱照喷到这个板子上，喷到木板上，这个、木板不好锯啊，所以也很别扭，还有的喷到什么水杯上，弄得挺没意思的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，哦，这个南瓜是迎接万圣节的南瓜吧，啊，有些东西其实挺没意思的。大家都心照不宣，一些东西啊，难外难四度。邮局这边是绿色的皮卡，很少见啊，绿色的皮卡 Sienna，灰色的 Sienna 是吧？是 Sienna 吧？前一位朋友开一个红色的这个车 Sienna， 九座吧？是几座？八座是。这个人走路都比较费劲了啊，还是要控制体重啊，控制体重很重要。从这走不行吗？为什么要走人多的地方啊？走人少的地方不行吗？跟着走吧。这谁把这种折叠车锁的自行车圈上了？这个老爷子不怕冷啊，穿个半袖衫，
有点憔悴啊，消瘦啊，鞋很大，他穿的，他穿那个鞋至少得有44或者43那个样子。啊，现在空巢老人现象很突出啊，有的40多岁，孩子高考之后就成空巢老人了，独生子女嘛。如果像过去一家有2、3个孩子会好一点啊，尤其是老大的跟老二差10岁8岁那种的，还有一个接续，老大大学走了，老二紧接着顶上来，对吧？然后老大呢长大了，可能从行为举止各方面对老二也是个引领，是吧？也能起到半个娘的作用，半个爹的作用啊。确实有些家庭老大在很多方面对弟弟妹妹也有很多的帮助，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这样，所以孩子大了就不是拖累了。至于有些父母所想着的给孩子留多少钱呢，其实没啥意义啊。孩子如果他是提气的，他就自己赚钱了，如果不提气呢，反而让孩子啃老了，最后把孩子整成阿斗了，没意思。所以呢，孩子树大自然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。这妹子挺魁梧啊，这妹子啊，仙人掌，这边种了好多多肉植物啊，芦荟，仙人掌，芦荟。这边扔的一个桌子，三腿桌，三条腿的桌，圆锥形的桌。这块树根把这个水泥砖拱的，需要用那种角磨机，或者用那种切割大理石的那种切割机切一下。哎呀，这块有一家在院里放了一个什么什么装饰啊，弄得不伦不类的住宅住家，弄这种像机关单位一样的雕塑好像没啥意思啊。这个人拿那个双肩背里边有那个棒球啊，棒球棒。老美他们的生活没啥意思啊。我看国内的新闻说现在钢琴现在落价了，原来动辄几万，现在几千块钱的没人买啊。其实什么钢琴了，高尔夫了，什么滑雪了，马术啊，都是一些所谓的追求高端的一些土鳖们喜欢的，我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其实挺无聊的，确实挺无聊的。其实家长教育子女啊，应该教他们怎么做人，怎么生活，怎么跟人相处，对这些什么今天弹琴吧，明天学吉他吧，后天学什么什么跳舞吧，其实我觉得挺无聊的。如果孩子愿意学尚且可以，假定孩子很反感逼着孩子学，我觉得没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包括留学也是啊，家长想得好好的，想得很好啊，说孩子出国留学什么镀金呀，见世面呢，但是很多出国之后打游戏，跟不上外语课程，最后很有挫败感的也不在少数啊。拿到国外的学位回国之后呢，就业也没啥竞争力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所以很多东西是商业的炒作，跟实际需求无关啊，就一种商家他们炒作，说什么弹钢琴高雅呀，喝咖啡高雅呀，高雅高雅个色，跟高雅无关啊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其实无聊啊，有的时候就是，有的时候就是无聊。
天好像要快黑的样子了，快黑了，最后的余晖，最后的余晖。这老爷子的胡子像个哲人呢，像个哲人呀、啊！这哥得减重了，这哥妹儿也得减重了，妹儿。